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又話：中央堅持貫徹一國兩制，保障香港繁榮穩定，會推出更多惠港措施。正是因為有了一國兩制，香港有求，祖國必應。不論香港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，來自祖國的後盾支持只會加強，不會減弱。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实现由治及兴，更多停港惠港措施陆续有来。在新的起点上，大家要用好一国两制这一最佳制度，把一国两制的红利最大化，使其优势充分彰显释放，绘就一国两制更加丰富多彩的美丽画卷。